到了那天，你们会来吗？好了，再见了。嘿、hey, ，不是说再见的，忘了。Sorry。嘿、hey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哥们是不说 sorry， 不说再见的吗？那我闪一会儿，你们回去吧，别管我了。在 New York， 如果有人欺负你。告诉我，那是我的地盘。放心吧，我是谁啊？你们两个乖乖的，我闪了。Hi Jen， 你在飞机上了吧？我知道你去了纽约，一定会想我们的，所以送这个 video 给你，120分钟，至少够你想我们120次。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子，你、我、Tom， 我们在一起的快乐，还有音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给我灵感谱写出来的，所以这是我们的音乐。听说纽约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梦想，来听我的音乐会吧，带着属于你的梦想。别人欺负的时候，想听笑话的时候，记住 DJ
dinner.